好啊、我是东坡泡菜非遗传承人贺德瑞，谢谢大家。跟董事长什么关系？他是我的老板。啊，在场的几位都是眉山东坡泡菜的代表。为什么取名叫眉山东坡泡菜呢？眉山是苏东坡的故乡，有一句诗词是这样说的：“你说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然后呢？人间有味，就这一句哈，就这一句够了。人间有味是清欢啊，眉州泡菜不简单。哎呦，那个是，哇塞，你看看那个是苏东坡的一首词，这个词叫做《浣溪沙》，对，他就是讲这个吃的东西的一些什么新鲜的蔬菜啊，但是他觉得人生完美的境界就是非常清淡的这种欢愉。对啊，韩哥对泡菜是特别有发言权的，对，听，咕噜咕噜，九九八十一道发酵。哎呦，对。要想做好一盘泡菜啊，真的就是几十年的功夫。对于这个水的讲究，因为我的丈母娘重庆人，只要是一到家里，首先就把他那个坛子给拿出来，因为这盘泡菜可以解决他的很多问题。第一，解决他对家乡的思念，比如说一到这里跟我们住个半年。第二呢，他解决他的肠胃问题。真的，因为泡菜第一开胃，它有那种乳酸菌还是什么东西？它开胃，我们四川人讲给湿，给湿啊，湿气不舒服了，或者是啷个啷个，哎，弄点泡菜。第三呢，它还可以治病。那个酸萝卜擦背，擦哪儿？背，擦背，就是你感冒的时候，在你背上滚，擦完了再吃。因为爱情不会轻易悲伤，所以一切都是幸福的模样。因为爱情简单的生长，依然随时可以为你疯狂。因为爱情。会有沧桑，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。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，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。人来人往，轻易要分开，分开就分开嘞。爱情不是你想坏，想来就能把留下来，所以还是那大歌比较适合我。这小姑娘唱的时候，我就觉得是天籁，然后田园一加进来，二人转。闺女是单身呢，还是那啥呢？现在还是单身。哦，单着呢。哎呦喂，韩哥，您画风转的这，哎呀，对，那个知道燕之，燕之 ，You what？啊，不知道那个知燕有男朋友了，马上就转到这儿来了，为你操心啊！你爸爸把你交给我了，是吧？对，抓紧时间啊！那你建议像前锋这样的体型的话，如果倒插门，不是，怎么？如果倒插秧，到他们家插秧啊？对，就他比较适合吃什么类型？但是我喜欢还是倒插门。前锋，哎，你来我家，给我家当喜新郎大人吧。也行啊，有多少大米老刘家管够，不错。但是你要吃一年的水稻才行。吃一年的水稻？ You what？ 这个是它就是大米的原粮了，这个水稻这不能吃的。前锋倒是属猪的啊。我们尝一尝吧。对，我们尝一下吧，让我们感受一下口感。这个厉害了呀！哇，全是下饭菜啊！哇！来，尝尝。哇！哇，大米的香味！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妈呀！这糙米，这糙米。平时我都跟大家说我喜欢宅在家里面，但是宅在家里面干什么呢？我有太多的事情可以玩了。你看，这个就是我的黑板墙，这套呢是我自己改装的架子鼓。你现在看到我们家蝴蝶兰已经有十几天没有浇水，依然活得这么好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给它画了雨水。隆重介绍，人生喜欢给自己加戏的我，居然跟蒙克的呐喊连接在了一起。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，最多的时间啊，除了唱歌以外，就是画画打发时间。因为一个人生活的时候呢，就是觉得晚上睡觉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，
我就把家里很多角落都放了月光的画。当我把灯关了之后，你就会发现家里是梦幻的，是亮亮的。这个角落这是我自己非常得意的一个角落，因为这个是我去六十六号公路的时候带回来的。噔噔，我就是戏精本人。因为梵高的卧室，在我的卧室里面，公主是一定有城堡的，城堡又有个顶啊。本公主要睡觉吗？我要就寝了，你们出去吧。耶、yeah.我也宣布一个新玩法，我们本场兄弟团和真相团依然会有一个卧底的身份。然后我们通过现场来抽卡决定，来，有请六张卡，这六张卡当中有一个是写着卧底的，抽到卧底的那个人里面会写着正确答案，就只有六个人当中有一个人会知道那十二个人当中谁是伪装者。你的任务就是要影响其他五个人不要选到他，但是又不能暴露出自己的身份，就是卧底。然后我们也不知道，你们也不知道，就是整场我们都不知道，所有的人都不知道。对，但是你们不知道谁在帮你。好，接下来三子先来吧。哎，好，嗯、人家是客嘛，对。不是你躲躲开点，你躲开点，这个才是真正的客人。来，五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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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五一你最小。五一，你如果当了卧底的话，你会不会就是很紧张？我每次玩这种游戏，我都想当平民。五一不擅长撒谎，是不是？好，来，藏不住。我也不看，我也不看。我就我一个人看，对自己偷偷看。好，海潮，你自己偷偷看。好惊讶呀！好，前锋，你等一下。一博，一博，为什么我是嘉宾？哦，你是嘉宾。